整红素经台北报道，前新体育主播林百瑜在明示武力全开再次挑战国标舞，不料舞姿却被关系最亲密的妈妈泼冷水，亏他只能拿倒数第一名，不服输的他燃起战斗心。林百瑜在这一次的舞事中大招连连，尤其是一开始跨上舞伴老师肩膀上的动作，让评审老师大赞不已，却没有想到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林百瑜袭击老师的下巴，导致老师晕眩。而出状况的还有拥有舞蹈底子的邱子平，他首次挑战国标舞，就在舞戏中融合街舞跳舞11个后空搬上舞伴老师肩膀的动作，让现场所有人为之惊艳，但没想到这个动作难度极高，让邱子平在练习的时候差点摔下来，也让他对这个动作产生重大的阴影，但最后他在老师的鼓励下仍顺利完成这项大招，唐映竹回违两年再次站上国标舞台，竟选择了唯美浪漫的伦巴舞姿，却让老师表示想去新天宫拜拜收经，此话一出简直让全场笑翻。还有担任节目助理主持的林玉书，首次尝试舞蹈的他挑战了轻快活泼的恰恰，却被 GINO 嫌弃看起来像喝醉一样。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3月31号您是无限台武力全开，甜心体育主播林百瑜袭击老师，民视提供安映竹，民视提供邱子平，民视提供林玉书，民视提供